我想，明天霞光总该出来了。昨天晚上，我爸爸回来了。跟你讲话了？没有。喝了几杯闷酒，帽子也没戴就走了。看样子，他要出海去了。我想，我总该见一见他才好。黑莉告诉我，他说，他一辈子不想见你。 冷吗？你呢？嗯，该走了。什么时候再见？你不是说明天霞光会出来的吗？那就明天这个时候见。 叫你空等了。今天下午，王部长突然决定让我到海上去。看着他那阴沉的样子，我知道那儿准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我问他，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？他说，慢慢你自己会明白的。该走了。什么时候再见？ 不是说明天霞光会出来的吗？那就明天这个时候见。同志，你哪科的？ 跟我回去好吗？什么哪科的？我是。你是我们的病人。
黑妹，冤家路窄，在天上又碰上了，奇怪吗？忘了。看什么？给我回去，黑妹。同志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？你老这样往外跑，这多不好啊！你这个人一看就知道，搞无政府主义的时候，你肯定是个不大不小头头，肯定是。黑妹，好好好，我回去好吧。我领你见一个人去。谁？你最想见又最怕见的。真笨。我那个老爸爸。我要是爱上你呀、啊、把你一把拉到我爸面前。爸，我爱上他了，你要是同意我们就先这么爱着，你要是不同意我们马上就结婚。这么一威胁一定成。可你和我姐姐搞了一年的秘密工作，连个老丈人的影子都没见着。我们不是到一条搁浅的外国船上去吗？他就在那里，船上的外国人都接走了，他一个人在那里看船，明白了？酒。我爸爸什么时候能和你连喝上这么三大杯，那你才能当上我姐夫呢？快见着他了吧？看，就在那里。一大片星星，开了两颗红的。那些个外国人都到了岸上了？早都到了。你来干什么？许你来就不许我来。陈局长说了，让我来照顾你。哎，用不着，老老实实拍你的电报，我的事少管。陀轮什么时候来？明天晚上起航。哦，这位同志，上边来了解情况的。哦，怎么样？那帽子也忘了戴了。带他来干什么？光是你带酒。电台在哪里啊，爸爸？在这里找爸爸，爸爸的。海老您好。电台从那个楼梯上上去。请坐。好。哎呀，这几天呢可把我馋坏了。这儿不是有很多外国酒吗？哎，除去这家乡的酒，再好的酒都不如味道。来，海上人见面的规矩。哎，我实在不会喝。是来了解船体情况的？啊，不，我是来一杯了。两杯。呵，进展反快呀。爸爸，你猜他是做什么的？哎，
要是猜不着，罚你喝第三杯。来了解气象情况的。告诉你吧，他呀是做这个的。这是做什么的？哎呀，人家是耍笔杆子写文章的。怎么样，输了？来来来，快喝，来喝呀。你没大没小拉拉扯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输了就得喝呀，来快喝。你这个孩子真讨厌。下面广播大批判文章，题目是生他气了。陈局长让我找看船的人多谈谈，没想到是你爸爸，可他别灰心，我帮你努力。我们局的情况你了解吗？陈局长说等拖轮来了和我详细谈。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？这地方等明天一大早你看吧，才美呢。你能教我写诗吗？写诗我可不会。呵，你倒蛮谦虚。不早了，回去睡吧。出去几天可以吗？困在你们这个倒霉的地方什么都干不了，真把人闷死了。你的书不是完成了吗？怎么感到很突然？作为医生对病人的一切都应该了解。那我就求你允许我去。去校对，是吗？是的，是这样的。嗨，看你急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昨天晚上印刷厂来过电话，校对有人干了。啊，真的？你们年轻人
还年轻人的。都老了。冷吗？还想下去游一圈呢，不信。哎，佩佩，佩佩，哎，哎呀，哎呦，脚脚抽筋了。刚才真把我吓坏了。这条小船是你放下的？我爸爸今天早上检查舱里水位，发现前舱有些漏水，他要下水摸船底。饿了吧？你呢？早就饿得咕咕叫了，说话都没力气了。哎，看，飞鱼。喂，老先生，快点行不？我都要坏了。多久？九年。写的是农村生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猜的。大革命开始，霹雳镇子把我放到一个小山沟里去了。全家都去了。当
时觉得一切都晚了，把笔也扔了，可是后来生活又鼓舞了你，找了个铅笔头又写上了。再挨批，当时我根本就没想到拿出来，可现在却送到印刷厂了。谁想到今年的春天会有这么多阳光。你自己的还不够，谁让你洗我那些衣服了？淡水快没了，我是想让你穿得干净点。嗯，我看你这是没事闲的。你呀，那些衣服是我洗的。再说一遍，船底情况拖轮来了，别人查也不晚。你的任务就是看船，陈局长交代的。哼，少拿他的压我，没用。你踢得可真狠。我姐姐怎么找你这么个人？笨死了！我给你兜过来，你自己到坦白上了，踢疼了，活该。稍晚，我该抄报去了。不是，走。滴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，爸爸！滴答滴答，爸爸！说什么？拖轮今晚又不开航了。哎，这真见鬼！为什么不说原因？别跟我这么大气，我怎么知道？嗯，下午再发个报问问。嗯。累了吧？嗯。船底摸完了吧？嗯。有回电了吗？第一天的海上生活就这样过去了。陈局长让我跟他多聊聊，我没能做到，但从他那冷峻的目光里，我感到他心上似乎笼罩着一个阴影。是什么呢？是我跟百媚的事儿。医生，这两天安眠药好吗？
可以。在这里，他送给女朋友那条纱巾，白的不好，我觉得应该是红的。非常好。是吗？我想告诉你，明天一大早我就要出院了。那是我们决定的。还能在哪儿见到你？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那片椰子树。喂，带上表跟我走，快！在我爸面前表现的机会来了。怎么了？看，下雾了。我又能干点什么呢？你就跟我走吧。看着表，一分钟敲五秒，要使劲敲，明白了？你不在川州敲钟，跑这来做什么？钟有人敲。哪一个？他敲得不错吧？这个人真老实，我觉得。你觉得什么？告诉你，你给我老实点。你姐姐差点没把我气死。去，打电报问问，托伦到底什么时候来。
为什么是红的？应该是红的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希望你把大海也写得这样美。看海呢？美吗？你很爱写诗吗？写得不好。你要是写这个大海，想写点什么呢？就写飘在它上面的一只小船。写你爸爸。写一个普通工人。爸爸，哎，我们俩正要找你去。找我干什么？把我衣裳给我缝一缝。封建脑袋。你说什么你？老封建。你对那个人怎么看法？跟你说过，不错，很喜欢。哎，贝贝，该问清楚没有？什么？拖轮。刚才没联系上，吃完中饭再联系。拖轮一来，你就回去。我是陈局长派来电报员。哼，你说了不算数。几个孩子了？我现在还是一个人。啊。对象有了？对象倒是有的。哦，你不是说他爸爸不同意吗？你少插嘴，为什么不同意呀？这准是老糊涂了。你这个孩子怎么那么讨人厌烦？去，给我拿烟袋来。就凭你这态度。都是小的时候把你惯的。以后说话也多学学你姐姐。哎，我们家呀，我听姐姐的，姐姐怕她，她拿我没办法。韩老伯，啊，您看我上船这两天，我你们上级派你到我这里，是想爸爸，啊，爸爸，啊，电报来了，拖轮什么时候起航？说话呀！说什么？一个字也没提，光说要注意天气变化。拖轮出不来，是不是和那份材料有关？拖轮不来，跟什么材料有关？材料的事，陈局长没跟你说？没有。吃过晚饭，你到电报室来。
裴美，去收份西洋穿针来。螃蟹在哪？跑到海里去了。你看。什么？哎呀！你要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要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让你找那个螃蟹去。白妹，生气了？去你的吧！我要让你找螃蟹去。哎，海水是什么味道的？你尝出来了吗？我觉得是甜的。想起小时候，真觉得连海水都是甜的。你好像对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我出生在海上，在海上度过了整个童年。你还是第一次讲你的身世，那是因为你从来不问。你这个人多粗心，可你也从来不问我的过去。医生是不愿意刺痛别人伤口的。你觉得我像海上出生的人吗？知道海的女儿吗？那是在童话里。不，就在我身旁。将来到了海上，你要是碰上我爸爸会是什么样的呢？相信会和他交上朋友的。那要当你真正了解他，他也真正了解你的时候。到哪儿去？你先上去等一下，我找爸爸去。干嘛？一个信号灯灭了。就是这份材料。北京来的一个鬼笔杆子写的。逆流指谁？我们全体。看这段说的就是他。谁？我爸爸。想看吗？看看这位所谓的劳模
干的是什么？他干的是什么？是经验主义。他干的是什么？是资本主义。他干的是什么？是修正主义。是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想干而不敢干的一切。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什么？那份材料，部里局里船队已经给上面打了报告，坚决反对。他们呢？刚才接到陈局长的电报，他们昨天往局里派了个调查组，拖轮出不来，正是因为那个混蛋调查组不准，说影响他们工作。太卑鄙了！他们为什么要拿你们开刀呢？我爸爸那有张照片，等一下我拿来给你看看。就这个。周总理，这旁边是我爸爸，看多年轻。这是我们徐部长，这是陈局长，这是王队长。现在你全明白了。说了吧，到处都在传着一个可怕的消息，说他的病恶化了，到了后期。是真的吗？干过，在哪里？迎春晚会上，他当时非常兴奋，跟大伙儿一块儿唱《南泥湾》。他跟你说过话吗？说过。说什么？问我的身体怎么样？您怎么说？我说很好。他呢？他
笑了。你和他们不是一起的？跟谁？北京来的那个。您误会了。睡觉去。又一天过去了，虽然只讲了短短几句话，但我知道我们的心都像这大海一样在翻腾的。我开始理解王部长让我到海上的用意了。你再多灌点吗？够了，你们两个人呢？哎，我上回跟你说的事情忘了。什么？你呀，书就会一本一本给我姐姐献殷勤，以后啊，我才不帮你忙呢。为什么这样严肃？要找你喜欢的书吗？嗯。去海上的事定了吗？没有，我也不想去了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丢了笔改了行，谁想到又写上了。说以后你看气候变的，我想还是彻底改变一下，做点脚踏实地的工作算了。对生活厌倦了，一切太复杂了。就这些，抄走一些，烧掉一些，还有一些当废纸给卖了。现在你比那时候还灰心。也许是吧。这本文化大革命前写的，批了好久，也算是我一桩罪证吧。可当时你并不是这样认为的。当时在一次萤火晚会上，从北方来的一个青年作家正在做长篇报告，同学们一个个都听得出了神。当时我大着胆子向他提了一个问题，创作的基础是什么？他回
回答我说，第一是生活，第二是生活，第三还是生活。那天深夜，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。他没有回信。本来我想报考文科大学的，从那以后我断定自己在文学上是一定没有发展的了。当时我觉得他很高，对生活充满了激情，可现在他对生活冷漠了，人也变得那样的怯弱，是吗？我想把你现在写的那本《海》给我爸爸看看。他在家吗？不在，还在海上。等我到了海上，亲自送给他。写信给对象写的。你说人要是恋爱了是要睡不着觉吗？嗯，要是连着失眠三天那才算数呢。 你真坏。不过能密密麻麻的写这么多也可以算数了。他给你的，不，都是我给他的。不说这个了，你给我送书来了。你这个男朋友，你爸爸跟你姐姐知道吗？书你先看，然后给你爸爸也看看。就这样子唱。嗯。黑妹这小家伙人不大，倒蛮有思想的。哎，今天写什么诗，明天跟一帮小伙子踢上足球呢，心像野马。比起他姐姐，哈哈，天上地下。不过蹲了两年拘留所总算明白点了。拘留所啊？为什么？炮打，那个副统帅死了才放出来。看完了。你干什么你？哼！哎，为什么恋爱写那么少啊？送块红纱巾就完了，多不过瘾呢。一个姑娘，什么话？哼！按现在的精神看，那段恋爱根本就不该写。你那个朋友他在哪儿工作？监狱里。关着呢。为什么？他们说我炮打，其实我只说了句秃头猴脸不好看。他
倒是真的炮打了七手，可说的都是实话呀。你们是以前认识的？同学，高两班。你对他？我。我尊敬他。静下来，心里老想着他，一想起来就恨不得马上见到他。给他写的那些信，连我哪里寄都不知道。我相信他还活着，也许瘦得不像样子了。黑妹，坚定地等着他。你真好，不会等太久吧？我想不会的。该抄报了。我姐姐也为你哭过。经过慎重考虑，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……白妹，这几天你不到叶子树那里去了，电话你也不接。我不在。不，你在。我感觉到的，还爱我吗？心里爱吗？那我们结婚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和爸爸闹翻了。为了我？他说你不会真爱我，可我不相信。不要让我离开你，把我留在这里吧。白妹，父亲说我不会真爱你，他的话是对的。
药用吗？托伦什么时候能来呢？你说什么？我们这个国家还有救吗？我想将来会好起来的。今年春天倒是好起来了，可是现在，昨天晚上看着海面那么翻腾着，我想了许多。人民的力量是谁也抗拒不了的。爸爸，电报收来了，托伦决定今天晚上起航。好，老张，你给我到礁盘上去钓点鱼，等他们来了好吃顿海鲜。嗨，老婆啊，您两个女儿对您，哎，上辈子造的孽，这个整天顶嘴，加了那个平时不声不响的，可他心里什么都有路数。哎，闹翻了。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他那个鬼对象？我不能叫一个吃柳条拉粪光、整天编瞎话、专门整人的人当我的女婿。我活着心不安，死了难闭眼。要是他非跟他不可呢？他他敢。很恨我吧？你知道我过去和一个人好了很长时间，当他对文化界的风风雨雨有些了解以后，他觉得和我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对的，于是就散了。认识你的时候，以为前面的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，可现在我觉得今后我也不会使你幸福的。爱情只应该给对方带来幸福和欢乐，而绝不应该是痛苦，哪怕是一丁点。你多年轻啊，应该找一个可以给你幸福的人。找我来是为了告诉我这些？就这些？不，你还有话。
破案了？没有。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那本书。灾难在等待着我。原谅我吧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原谅。你走吧。你完全不了解我。一起去经受灾难，那是我的幸福。将来您能同意他们好吗？那除非他不认我这个爸爸。其实写文章的人也不都一样啊，你呀也太主观了。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说话的人有几个没倒？你看看那些个报纸，听听那些广播，还有从北京来的那个耍笔杆子的，编瞎话骂我们，骂我们算什么？可他指的是谁？混账！呸！那你说他呢？嗯，这点鱼不够大伙吃的吧？等天黑再抓点螃蟹，我来吧。哎，看清楚，哪有螃蟹往哪找。嗯，这里。嗨，老伯。啊，我有件事想跟您说说。哎，您女儿，你那本书黑妹给我念了，那个老队长写得真有股子冲劲，是个劳模的样子。可也是，书里头写点子恋爱什么的也没什么，现在都讲究做个钢笔呀、纱巾呐、我们那个时候老人一句话定了。现在父母说话不灵了，你们也该教育教育青年该怎么找对象。好了，还教育别人呢，我们自己还谈不好呢。黑妹说你那个对象他爸爸不同意，为什么？还不因为我是干这个的。这个老头子干这个的也不都一样。等回去啊，你领我见见他。工人好办，回去我跟你说说，你把你那本书啊也给他审查审查。爸爸啊，先给我几个吃吧，我馋得不行了。陀伦出来了，还有一个钟头才抄报呢。老郑，你先回去烧点水。哎，看点灯啊。我们过去点的是小油灯。我躺在船板上，看着看着越看越觉得那么亮。妈妈在船尾上嘎嘎地摇着橹，爸爸下完了网进舱来一看我还没睡，就把我抱在了怀里，一边摇着一边就哼起了我们那一代的渔歌。还记得吗？小时候的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天上月亮，海上小篷船，
篷船。这西门大河的啊，西门海上走，莫忘小篷去找那个无情的人，又被他从家里赶出了，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。闭上眼睛，红的，红的，为什么是红的？应该是红的。点名批你吗？会的。怕吗？你呢？有一点。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。批完了，你就把笔扔了？不，到海上去。当你将来要写他的时候，我要跟你讲很多很多他的故事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在海上见面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要是谁也没有注意就错过去了呢？你只要看有块红纱巾在海上飘，那就是我。
会有那一天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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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怎么没我的？你凑什么热闹？你还在你？哎，好好好好好。辣酱油。啊，好。这个大的给你，你煮的，老口功高。别，吃吧吃吧。我们一定要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这么晓得你拿来凑数啊？该你自己吃了。进行到底。大老婆，您来这大，我来这小，不，我喝酒，您来酒，您来嘛。刚才广播的大批判文章题目是：海是一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。兼平顽固站在黑线上的郑岩。嗯，后面蜡烛在抽屉里，我到机房看看去。对，你找火柴。嗯。你在想什么？王部长又该给牵扯进去了。他们会不会把你隔离起来啊？会的。那我姐姐？她是个坚强的人。让我爸爸。你爸爸？啊，电报收来了。不准开行，丢哪了？再爸爸，这里还有一份拖轮上来的，已经起航了。看，有好些单位支援我们。嗯，明天天亮就到。老张，能上就上。不要走了，和我们在一起。喝吧。我实在，这杯酒，请您喝下吧。要是看得起我老头的，我们交个朋友。你那个对象的事包在我身上。老郑，到底是谁派你来这里的？我们王部长和你们陈局长。哦，派你来做什么？他们只说是让我找您谈谈。哦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是让我了解大海，将来能够把整个大海写出来，并且告诉每一个人，他能够埋葬他所厌恶的一切，也能够创造出他所需要的一切。
等明天早上吧。朝霞一出来，是大海最好看的时候。海老伯，啊，我想告诉您，我就是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在海上的第三个夜晚就要过去了，明天我就要离开你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。我相信霞光总会在你的上面升起来的。天又阴了，说明天霞光会出来的吗？那就明天这个时候见。哦。